接住嚟埋去見到美麗精神喬軍，跟住就酷比巴、超班福星，亦都冇問題。剩翻兩隻馬，兩隻都熱門嚟嘅，安城同埋不羈的風。時間亦都夠，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粉紅衫灰馬，不羈的風，全部馬不準備，妥當十場賽事三班千六米嘅路程，大熱係一。黄旗已经举起徐子步，好一跳出嚟平排出闸啊！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外边位置美丽精神咧，最出红比巴啦，咁啊中间有会展达人，埋边水火风啊，系咁骑上去，咁啊第五位咧，咁啊有呢只格南啊，内栏第六位红眼罩紫色衫劳动创造啊，响出边位置就不羈的风啦，咁啊再下一层嘅马有乔军啦，后多少个马匹啦，大约尾六到啦，白衫粉红帽内栏系家财啊，响出边尾五红衫白帽系安城啊，后边四匹马超班福星啊蓝眼罩。尾四、尾三咧，咁啊有出边乜锤乜锤啦，尾二涉内栏咧就系标志王者啦，包咗落尾嘅马白鼻箍嗰只系睡眠攻略嚟噶，咁啊转呢个香港太远弯啊，前面水火风咧就肥噶啦，喺前面放啦，跟住第二位就美丽精神嚟噶，再后边嘅第三位啦，有格南啦，第四位会展达人啦，第五位喺出边啊有酷比巴，马林中间大约跟住个第七位粉红衫咧有呢只不羈的风啦，内栏红眼罩咧仲有劳动创造啦，咁啊再内栏位置白衫粉红帽有家财啊。响出边红衫白帽系安城啊，响出边追噶啦。后啲嘅马先见到乜锤乜锤啊，乔军啊褪紧嘅。尾二内栏位置，标志王者包尾超班福星啊。好啦，正正系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就水火风斗紧美丽精神啊。中间不羈的风咧就上紧嚟，响外边追有安城啊，最出乜锤乜锤亦都爆紧上嚟啊。响入边偷位上仲有家财啊，兜到嚟追有百零米，透出咧就乜锤乜锤啊。咁啊见到后边嘅位置咧仲有不羈的风啦，出边系安城啦，在马林中间追仲有超班福星入边劳动创造接近终点，乜谁乜谁就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啊，不羈的风啊，第三名嘅马咧就几只马要影相，劳动创造、超班福星同埋出边嘅安城啊，咁啊结果真系赢到你唔信，一发火田泰安乜谁乜谁外边冲上嚟赢啊，跑第二名嘅马系不羈的风啊，第三名咧咁啊安城，中间超班福星入边劳动创造近啊。十二号咁啊，乜谁乜谁今日认得佢啦，田泰安嘛呢、這个三圈咁啊，食埋尾糊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一号嘅不羈的风嘅莫雷拉，第三名咧见到十号嘅安城啊李敬国咁啊，里边就系超班福星我都影相啊，三四名肯留住冲啊，终于现形啦，系啦，之前一再都冲得近噶啦，咁啊今日田泰安受风又顺，一嚟就三场啊，十三倍啊，最后呢只十二号马。Thank you.
啦，有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十二号啊，乜谁乜谁啊，独人派139蚊，位置派37蚊嘅，跑第二名一号北基的风啦，位置派15.5，跑第三名咧就系十号嘅安城嘅，位置派17蚊，连人位一搭十二派269蚊，三重彩十二号、一号、十号顺序派3050蚊，单 T 派316蚊，位置 Q 一搭十二派93.5，十搭十二派106蚊，一搭十派31.5，跑第四名啊就系四号嘅超班福星。一 Q 翻嚟喎，馬豬啊！嗯，啊，睇翻第三名啊，安城咧就啱啱到啊，超班福星就好厚啊，不過衝到好勁啊，但都爭啲啦，攞翻第四嘅只能夠。三揀一預計派彩啦，勝出 A 二啊，隔夜半熱門啊，派25蚊，再開翻出 A 二。騎師王竟然是他啊！預計賽果啊，騎師編號五號的田泰安啊，今天以44分封王啊！一嚟就做騎師王啦，幾風騷？係咯。前面有翻啲步速啦，多馬去到肥啦。咁啊，留住冲好啊！呢只大魔两只怼晒上去噶，上波风格蓝嗰啲啊，系咯，美丽精神都走噶，一路三碟咁样走住啊！美丽精神，大家都有啲啊，即系指定嘅马牌前面，呢个东尼大魔咁啊，因为两只都后追啊嘛。我赢嘅就系呢只乜水乜水。好，田泰安今日三面啊，广东嚟赢一场，三面做埋骑师王添啊！咁我哋下次又要帮伟达打气咯，开始。睇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四号、十号、十二号派369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十二号、一号、十号、四号顺序派12669蚊。好，呢边见到田泰安。行步路都爽過人嘅，好贏翻三場，笑得出啦！巡邏影片睇翻佢，卒之都肯留住跑啦，13檔乜誰乜誰，起步當然唔會好快啦，同嗰只安城一路都縮落一個中後搭嘅位置嘅。前邊大家都等緊你噶啦，陳家熙水貨風狂走啦，咁啊跟住就會展達人入邊內欄就灰馬嘅格南啦，貼欄就勞動創造，出邊啊美麗精神6:8一對，咁啊中路位置見阿莫雷拉又搶緊位嘅，就不羈的風啦，後邊就喬軍，咁啊走住個三搭就安城啦，內側咧就係超班福星同埋嗰只家財啊，咁啊嗰只超班福星越蹬越後，因為跟住嗰只喬軍咧就唔係太多，有啲欠運啦。出面是乜誰乜誰，尾二位置貼欄就是標誌王者，包了尾就是睡眠攻略。這場步速比較快的，那頭兩段都已經快了一秒了，去到轉彎那段才按回馬四線領，那怎麼計都是較快步速的賽事來的，那所以後面那堆一些都不吃虧的，那頭馬就現在在尾四第三碟的藍帽那隻乜誰乜誰，那今天終於肯留住衝，你看看對上那兩場一出就把搏命擠上去，那今天擠回正跑法都即刻現形，都爆眼了。其他馬匹，安城今日縮情，都有得追嘅，不過就好似睇落冇千百威力咁強添啊！後面嗰只咧，其實隻隻都追得唔錯噶，標誌王者啊、超班卜星咧，就早段就較後嘅，直到初段咧都攞位唔係好順噶，即使前面嘅家財都係嘅，都運過一輪嚟嘅，望空咧就幾隻馬都一齊追上去噶，三至八名咧其實都有成6-7隻馬一齊鬥衝嘅，就因為賺咗快步速，所以都成堆近。
尾场都覆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派彩一搭十二派93.5，十搭十二派106元，一搭十派31.5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 A2 格夜半热门嘅派25元。四连环1号、4号、10号、12号派369元。四重彩12号、1号、10号、4号顺序派12669元。第九号嘅孖宝派彩啦，头关5号，尾关12号派332元，头关5号，尾关1号，安慰奖派10.5。第三号孖 T 啊，3号、5号、10号头关啦，尾关1号、10号、12号派6917元。三宝今日正奖派7543元，安慰奖派623元。六环彩啦，咁啊派399元嘅。咁啊六宝奖啊，今日有 jackpot， 所以派得唔错啊，派448286元啊。骑士王最后赛果啦，骑士编号5号嘅田泰安啊，今日以44分啊封王啊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23，第二段22秒34，第三段24秒21，末段23秒46，总时间1分34秒24嘅。